鄭人碩演暖男也超帥，首度同框夏于喬演 CP。夏于喬、鄭人碩首度演出情侣，图民视提供20万01803.15。惊悚烧脑剧《薛定谔的猫》由房心、柯淑媛、夏于喬、鄭人碩领衔主演。首次与鄭人碩搭档演情侣的夏于喬笑说：“还蛮有感觉的，但拍这部戏真的压力太大。”透露剧中的自己是解离状态，常常处于精神紧绷的情况，与以往角色有著大反差。夏于喬过去总给人可爱温暖的印象，自此演出人格分裂的角色，私下还要求工作人员不要跟他说话，让他保持恐怖紧张的状态。因为入戏太深，夏于喬即便是在休息时间仍处于精神恍惚，但他非常开心能演出暗黑角色，希望下次能演反派女打仔。夏于喬、鄭人碩首度演出情侣，图民视提供20万01803.15。有别于黑道有情有义、个性鲜明的鄭人碩，这次在《薛定谔的猫》饰演温暖的男友角色。为了让自己更能符合剧中形象，他刻意把自己状态搞得很累。此外，鄭人碩还对戏剧有个见解，表示爱到才惨死。认为爱的力量真的很大，并要观众期待这出烧脑剧。